然后彩盈，阿德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我有很多意见啊。第一个意见就是说，其实这首歌你应该要有很多演出，比如说把人的性命后面啊，你可以加一些一戏剧化的东西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不会唱的，但是我只是会讲到这样而已。对不起，如果你加了啊，我就会说你歌词唱错了。没有啦，我是说那个感觉，我是形容就是感叹的，不是说加那两个字啊，就是你要想说，你要想说这首歌就是要你声已经这么有特色了啊，然后呢声音又这么亮，你不应该让这个歌有冷下来的地方，尤其这首歌。那个最后那个间奏那么长，你不能整个人傻在那边，会让我突然从这个歌哇出戏啊，甚至你可以肢体，甚至一些重点音夸张一点表现，我觉得都会让这个戏剧张力更好啊，因为这首歌最重要就是戏剧张力。老师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间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？来，现在间奏了，来。哒哒，把人的性命。还有，你这是什么？我就是用我点头示范，示范。没有，我有眼神，我有笑容。有，来，老师，我们请人示范一下那个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是不是这样？把人的性命啊，是狂金搁包银。哎，阮的性命啊，但是啊。不要停！啊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样会有点 R&B 的元素在里面、啊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觉得有点太为难选手。我觉得你刚才 R OK， 但是 R 的没有感情。我觉得 R 的部分要不要交给何音老师就好？啊，对啦。好。把人的性命是苦。哦，你看有没有？你看，这多好！哇哇！虽然有虽然看过嘛。妹妹。卖硬的改，改的新秀。你讲好听的啊，都话好听的。真的呢，他们的啊，真的很有气氛呢。OK， 好会啊哦。好，真的，我们可以录一个比较新的版本哈。好。